全世界颜值最高的一组女篮队，这里呢有非常帅气的篮球队教练，还有最美丽的篮球队的经理，还有呢就是最美丽的篮球队的队员。你看每一个都那么漂亮，请大家仔细记住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因为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比较辛苦，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某干单后。好，欢迎二位。好，谢谢，来请上台跟大家简单的问声好。好，我们欢迎队员的代表林佳还有安全期来跟大家，虽然没有那么瘦，但是呢每个人都很有特色，欢迎以乐韩林地球。好，电影当中呢也有一些开心果的角色哈，我们看到在电影当中呢也有非常重要的演出，关键性的角色哈。那这个队员里面呢，除了颜值很高之外，也有重量级的球员啊，就是我们的韩林，还有呢地球，也是在旁边陪着这些女篮选手一起打拼的。好，欢迎三位请上台。很多的粉丝哦，五个阿贝今天也太幸福了吧，两位女神哦就要牵着你，哇太感动了，完全是一个祖孙情的概念哈、哦、非常优秀的一个场面。最重要的是我们阿贝呢超辛苦的、哦、在电影当中呢他一人分饰八角，一个人演八个角色，好好，实在是太专业，而且每个角色呢都非常的有特色有创意，请大家期待。好，视线一致哦，哇阿贝还会带领这个两位美女哈、哦，好，谢谢，照顾一下每台摄影机。来右边，来三位视线再从右边，好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好，右下角，谢谢阿贝。来教练，来。好，谢谢，还有哪边需要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请上台，欢迎三位。哇，阿贝今天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，但是在电影里面呢，他有非常。甚至左左右右的歌曲，还有黄小琥、SHE、张韶涵、范玮琪各种歌曲的 MV 都有张清峰导演的这个痕迹。张导演呢拍摄无数的作品，如果你现在才认识他的话，名字也很好记，张清峰加清峰就是张清峰哈、啊，所以这个名字请大家记住。张清峰导演来了，他正式从 MV 界跨足电影圈，还有我们的偶像剧的女一号王乐妍，这次在电影当中呢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欢迎二位，请上台。哇，欢迎欢迎，哇昂弟弟昂弟弟哈、哦、左边左边。好，同时也看到了珍妮也跟着我们两位大哥啊、哦、欢迎加入我们的阵容，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右下角右下角右下角，来麻烦右下角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欢迎三位。好，左边再来一下，左边左边左边。好，谢谢，左边我们两位重量级的大哥，也是我们台湾影视圈的吉祥物、啊、谢谢，欢迎三位，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有收视率就有票房，请上台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现场的粉丝的尖叫声哈，如果还有力气的话多叫几声给我们爽一下。来这里，超帅的黄鸿升是我们暑假必看的演员，每年暑假一样看到他，这个暑假才没有白过啊。王心凌好久没有拍电影了，大家要多支持哦，重新再回到大荧幕当中，一个美丽的经理。当然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受到爸爸的百般阻挠，但是没有再怕的哦，依旧能杀出一片天，怎么带领的球队呢得到非常好的成绩，成为风云高手。好，请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。好，左边左边，谢谢。来心底小鬼这里。来最左边，最左边，红色衣服的大哥需要你们啊！最左边，最左边。好，谢谢大家辛苦了哈，在台风前特别热，但是特别好啊，风云变色的消息，就看风云高手。好，谢谢，欢迎我们最佳